有人。罗峰，好久不见。罗峰，你如果躲在地底，以你精神念师的能力，我也抓不到你。不过你竟敢来到地面上，真是愚蠢。难道你使用了千年柳木星，一下子成为高等战神巅峰精神念师？不可能，精神念师本来就非常少见，能一次性就提升到高等战神巅峰，整个地球屈指可数。谢谢你们帮忙砍掉柳树王，让我省掉很多事情。杀他！罗峰！画上句点吧。让六府震碎。好强大的精神力，难道他已经是高等战神巅峰的精神念师？怎么可能？皮毛传递分散冲击力的功能，我可能早就死了。
想不及重施，借助冲击力直线奔跑吗？这次无法得逞了。杀不了他，也能把他捆住，只好请他出马了。看来李耀刻意压低了声响，我都感应不到了。那边原来是他们挖掘草木之灵的声响。走，看来也并非一无所获。对于有黑神套装的战神，我就想对着一个缩头乌龟无从下手，可毕竟这里有一个没有黑神套装的。他被追了，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罗峰，我原本是去追李奥的，那家伙太狡猾，让我给追丢了，阴差阳错发现了你。哎，你不逃吗？罗峰，我的实力不如你，我认输，我愿意将我得到的草木之灵都给你。哼，很好，我知道你背包里有两个草木之灵，交出来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以后到欧罗巴的时候有事可以找我。下次在虚拟空间战神宫，我请你喝一杯。还挺热情。